香港一代唱作歌手林子祥重临澳门，与太极乐队同台献技，他们唱出多首80年代红极一时的首本名曲，更大邀歌迷上台合唱。一向低调的阿兰今年刚完成香港各唱，便紧接着澳门以及国内的演唱会，一次过满足3D 观众的愿望。有这个机会，我和那班老拍档太极乐队同大家在同台演出，好多谢同他们一起经过这么多年，今次又可以在台上演出，就会很开心。失败来填补对你的债，我年年都 active 嘅，不过只不过我好低调，咁即系我去到边度，嗰啲人就觉得我咦，点解忽然间又嚟到呢度咁？不过其实我度度都去，都未停过。细个嗰阵时，我阿爷咧都好中意带我嚟澳门嘅，我唔知嗰阵时点解佢过嚟，佢系唔赌嘅，佢系医生嚟。那個記憶就梗係同而家真係兩個世界。最近呢10多年嚟，澳門都係去打波啊，打高爾夫球啊。呢一度嗰個高爾夫球場，我好中意。食嘢，不過我又唔係好好食嘅。我中意食嗰啲嘢都呢度都有，嗰啲葡國雞飯啊，嗰啲啱曬。澳門嘅 fans 好奇怪，因為我又唔係成日過嚟呢邊表演嘅，不過佢哋個個都好對我好熱情，同埋喺街咧就係好 friendly 嘅。咁啊喺呢度祝所有住澳門嘅朋友祝你哋開開心心，祝你哋身體健康。